芒果 TV 综艺频道的朋友大家好，那个一直都有很多计划，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主办的单位也来希望一起合作去做这个事情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演唱会还是我还是看得很重的，所以我不想随随便便就开一个，我觉得一切都必须在一个最好的状态，不管是在心理上或是在自己的体能上，都想把最好的奉献给观众，到那个时刻我就会开演唱会，我随时都已经准备好了那看他了，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专业的演员，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，所以要他唱歌可能有一点为难。就是平常在生活的那样，他喜欢化妆吗？他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他化妆。那就是每天素颜对着明星 OK 的，我非常 OK。 记得是在一个电视台的那个服装间里面看到的，觉得是很瘦很漂亮，那应该早一点吧，对，青梅竹马的那种。欢迎来到芒果 TV 综艺频道。